是来打开了门店。今天我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今天星期一，昨天是星期天。昨天我去超，我去小超市。你们知道小超市是什么意思？小超市是从，大超市来的，对不对？大超市是什么？超市是什么？超市是从超级市场来的。本来是有四个字，是有超级市场。你们一般知道市场是什么吗？市场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地方，我们叫市场，对不对？可是超级市场，一般是我们怎么说？是有很多东西，也很贵的东西，比日常的市场是比较贵。市场不用 price up 啥，懂没得？超级市场不用 price up 啥，懂没得？超级市场，超级本来是有四个字，是我们叫超级市场，然后可是我们一般叫就是超，不是超市，就是超级，我们要超，然后超市市场我们要是超市，可是本来是有四个字。那我说小小超市是什么意思？小超市就是一般是在加油站一般有小超市，我自己叫小超市，可是我也不知道中文是对的单词，他们应该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要是我们想沟通的，给别人了解的，那小超市他们应该可以听懂。小超市我用不来解释的，มาโตๆจ้ะฮะภาษามาโตๆนั่นเองจิตุเตนะตามกระสังเจียอยู่จันไปยังปราณกระสังนะจะเจียอยู่จัน一般是在เจียอยู่จันอยู่超级市小超市我自己叫小超市我在小超市呢我看见什么我遇到什么事情我碰到我的以前的老师，我在那边碰到就是见到，好，我们也可以说看到我以前的老师，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第一天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跟他学的，那时候应该是在2004年。在2004年，比本我呢，在2004年，我那时候跟他学的，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是十六十七岁吧，因为他教是第一年级，第一上第一下这样吧，第一上他教第一上第一下，那是普遍母语毕业呢，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是十六十七岁吧，到现在他老了，也不是太老，可是比以前是老了很多，对不对？十年多了，所以也老了很多，看起来应该是三十多左右，也有
也有两个孩子了，她有老公了，因为她结婚了好久了。我看见她是我先叫她的，我觉得她不会记得我，所以我先叫她，先叫就是你们还有关门的人，我说老师好，你最近好吗？就让她回答很好啊，然后她说你现在叫什么？我觉得她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跟她学的，可是他认识我，他好像见过我，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可是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跟他学的，就因为他有很多学生，他有非常多的学生，十年多了，对不对？所以从那天到现在，他有非常多的学生，所以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跟他学的。他问我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学校教书。他说为什么不在翻译？为什么不当翻译？我说我以前也当过翻译，我以前也在工厂工作当翻译，也在公司工作当翻译，可是我发现翻译员对我说是不合适，因为给别人做事和自己有生意和或者当老师，我现在也在学校教书，我觉得在学校教书是比较好，像心里比较好，舒服的，很舒服的。要是跟中国人上班，要是给别人上班，不是中国人，别的其他的也是跟别人上班，心里觉得不舒服，有很多压力，对不对？有很多压力。有人要管我，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是有人在管我，在看我。可是我在学校教书是不一样，我在学校教书，我是兼职老师，不是全职老师。兼职应该是叫做 part time， 全职我不应该叫做 full time， 本毛。我是兼职老师，我一天就教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教英文，第二个小时是教中文，然后我有很多时间在家就教你们应该没看到，我在家就是我在网络上教书，所以我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学校教书，第二是在网络上教书。他问我，我就是说，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当翻译？我说，不，我以前也当过翻译，可是我发现，当翻译是有很多压力。压力是什么是压力？什么是压力？压力本来它，本来它什么别的不一样。在翻译的压力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那我给你们说我以前的经验，我以前的公司，我以前当翻译的公司就是，他那边我们有服务员不用不拉几克麦他那地方我们有服务员每个月都有出差，每个星期都有出差。
ជូឆាយបើយើងប្រែថាចុះខែមិនមិនក៏សិនជាទៅយកជូឆាយថាមិនជូឆាយតែឆោយកសិលោបានថាឈី那我也要去要是老板要他去我也要去不然我的该等用个头头来所以要是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付原油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不对或者他卖不出货卖不出货就是本来就卖他路路诶反正他卖不出货所以老板他上去他发脾气就是上气的意思发脾气能生气不然就跟他砍了呢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会骂服务员他骂服务员可是他跟我们说对不对他想骂服务员可是他跟我们说所以他发脾气 他的感觉是跟我们的不是跟服务员的所以他们跟我们说他骂他们骂服务员可是像骂我们一样像骂反例一样所以我发现是真的不好他骂我不是他像骂服务员可是他骂我然后我要传给服务员老板他说什么这样吧有的时候要是服务员他不满意他也生气所以他也说出来然后我们要反例出来所以真的不好真的不舒服所以我做了一年然后就辞职了就不做了就离开了可是我你们也要记住要是你们想当翻译最重要的点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是什么都要翻译有的事情不要翻译好像我跟你们说 一件事情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差和服务员和老板一起出差到板市北我们叫简文我们叫Kakabongsburg 板市北到那边出了什么事呢到那边就是服务员他做了很大的错误他出了很大的错误错误呢本来他刚好是说可突然刚好没养痛然后老板他非常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他看门在那么呢然后他怎么说呢老板他说你到公司的时候你要离开了他跟我说他要我告诉服务员公司不要你了要是到公司的时候你要离开了不能做了因为你创造很大的你有很大的错误没那么好去沟通吗你就得老公你给人讲讲他这样说可是他对服务员说是不这样说不是不这样说就是我不反对这件事他说很多我翻译出来可是这件事我不说我等每个人有每个人有感觉好一点才说所以我说我没说应该是三四天之后然后每个人都有幸福什么说感觉都好了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跟服务员说你知道吗那天老板怎么说老板是这样说然后他觉得哦
为什么你那时候不跟我说？我说我不能跟你说，因为我觉得要是我那时候我说，那你没有感觉就是了。要是你没有感觉就是了，那是变大更大。មានតែរឿងរ៉ាវវាកាន់តែធំទៅធំទៅនៅពេលដែលយើងអត់មានអារម្មណ៍ធ្វើការងារពេលតតហ្នឹងណាស្រួយវាកាន់តែស្រួលកសិតតោសៀនចៃឡងបានយេពុសង气你了我们也可以继续做因为那时候他是生气的时候说话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不算什么了生气说话就是不算真的对不对那本身的人也不一定在រឿងរ៉ាវដែលថ្មីរឿងរ៉ាវដែលនិយាយនៅពេលដែលខំគឺយើងមិនចាប់ទុកថាជារឿងរ៉ាវដែលផ្លូវកាយទេមែនទេហ្នឹងឯងមានតែប៉ុណ្្នឹងឯងគាត់ថាអ្វីដែលខ្ញុំចង់ចែកលែងត្រង់ថាគ្រូខ្ញុំគាត់ប្រាប់អញ្ចឹងណាគាត់សួរនាំថាហេតុអីបានខ្ញុំមិនទៅធ្វើការនៅហោងចាក់អីទៅបកប្រែទៅខ្ញុំថាដោយសារតែធ្វើការនៅហោងចាក់ឬក៏បកប្រែហ្នឹងវាមានសម្ពាធពេកវាគេជិះជាន់គេអញ្ចឹងក៏ខ្ជិលយើងនៅបរៀនតាមសាលាខ្លះបរៀនអនឡាញបរៀនអីខ្លះទៅក៏វាដូចតែដូចវាមានអីផងអញ្ចឹងក៏ខ្ជិលតាមតាអញ្ចឹងណាអូខេអត់មានអីទេគាត់ចង់ចែករំលែកអញ្ចឹងខ្លះហើយអត់មានអីទេតែប៉ុណ្្នឹងណាអញ្ចឹងខ្ញុំសូមបញ្ចប់វីដេអូប៉ុណ្្នឹងចុះពេលខ្លះទៅជាចង់ធ្វើលេងកំដរអបសក់កំឲ្យពួកយើងថាបាត់ទៅណាមិនដែលឃើញគាត់ចង់អញ្ចឹងអត់មានអីទេណាអូខេអញ្ចឹងបញ្ចប់ប៉ុណ្្នឹងចុះហើយយើងចាំជួបគ្នានៅវីដេអូក្រោយទៀតបើមានឱកាសណាអរគុណ